Hello，哎，我今天的精华应该要剪那个方块无双的，因为那天我就是玩到手抖，有印象吗？我那天不是玩到手在发抖，结束，所以应该剪了那个方块无双出来的。没关系，等那个，哎，我有删掉吗？看一下哦。哦，没有删，没有删，好险！我刚刚试着开了三次台，然后三次台都出现各种错误讯息，我说吓死了，不会吧，我又忘掉了。然后今天的那个。今天只会播到10点半，啊，10点半之前，不啦，只能播到10点半之前，啊，因为10点半要录影，所以今天不会到11点，只会到10点多，可以吗？不可以也一定要可以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把一些东西打开，因为我的那个我的 OBS 不是啊，我刚刚电脑重开机。就重开机之后，我一些网页的东西全部不见了，包括我今天下午看的那个影片也全都不见了。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台。好了，我会想起来是因为我那天就是累到，也一样也是礼拜二哦，我累到跑去拿喝那个提神饮料。所以意思是，我现在也喝了一个新的提神饮料，所以我怕我等下手又会抖，先看看啊。好啦，王芋头安安，牛奶安安，生仔吗？你这样称呼对不对？生仔安安，李以前安安，李以亮安安，校园安安嘞，蔡依蕾安安，郭云翔安安，夏一凡安安，潘思，嘎，我只是说潘思雨，默默啊，哦，烦死了，默默安安。北面安安，空余安安，对啊，双手握好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还有延迟啊？先挂台了，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又把那个打开了，输出串流进阶，我这应该勾掉才对，完成。嗨，老巨，嗨。看一下自己的台哦，这样可以看自己的台。浏览，这应该勾掉才对。完成。嗨，老巨，嗨，哎，好像延迟变低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开始哦。我数到，我现在数一，你们就打一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13秒，还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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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今天下午好多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样吊你们好好玩哦。聊天室打加一，这样子。有啊，今天这个延迟变低了，11秒吧。白痴哦、喔，我先把这关掉，看自己的画面这样跑，好恐怖、喔。然后昨天那个 Bobo 超好笑的，我们昨天就在看那个嘛，就他就我们 Amigo 那边私下会就是都会自己在聊天还是怎样的，然后就看那个萧亚轩在大陆的那演唱会，他在那个舞台上他什么，我喊嘿，你也喊嘿，然后就嘿，然后麦克风往前指，鸦雀无声，然后他就。嘿，然后再指，又鸦雀无声，就哇，好尬哦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早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看，我还以为他要变普通屏。好啦，那个今天也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们去找掠夺者玩玩看呗。
哎、欸，也不行啊！等一下，我今天要干嘛？超惨的啊！我就觉得哇，要会带动气氛，又要不失尴尬的那种，哇，好伟大哦！我还是觉得地狱这个设计很棒，现世走一步，现世走八步，等于地狱的一步，这个很棒。对吧，杰瑞？我靠，吓死我！哎，我觉得可以在地下盖个地狱门，然后他们就会通通冲到地狱门里面去。就是我很有想法，所以其实我这个地狱门应该再往另外一边盖，盖一个。就是这边是回收他们的，然后地狱门再盖一个，那个收集他们的。你看，不祥之兆。啊，要求奥兹自己怎么上来？这样。回去后马上倒。哎、欸，我上了牛奶。哇哦，真不愧是我。所以我不附近要怎么用啊？啊，不然就是等一下，我先下楼。就是说我先把，我先这样子嘛，啊，他们也进不来啊。那我现在就是在这边直接开始整地，整好之后。再把门这边一楼全部敲破，敲破它就哐一下小，看屁，小鱼看屁呀、啊，不祥之兆二，嘿嘿，啊对，然后就是等到我想要收集到，靠，等一下啦，就收集到不祥之兆三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是不五之后就回我们的世界去嘛，回我们世界去之后。再把那个，就我讲的啊，把我们家那边做一个陷阱，所以我要引一只村民到那个陷阱附近，然后就会有突袭事件产生。看一下还有谁？不怕迟一些，升级1.6，地狱已经盖的东西会崩坏吗？没差啊，崩坏再盖啊。不是，它升级版本会很惨吗？看一下哦。还有谁？言笑安安、贝蒂安安、詹俊安安、王英安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没按到的？要我按的，赶快打安安哦！赖卢神安安、静安安、蓝蓝安安。好，现在出门前都要先捞一桶牛奶呢，好恐怖哦！就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距离那边的村民。应该不会触发突袭，所以还 OK。所以
现在是要，哦呦，现在就是我们要去那边，那边盖一个那个突袭陷阱。我会整这么大地，也是因为就是要那个啊打突袭用的，不然他们如果卡在那个像那边，之前看影片他们都卡在山上还是哪里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，以前就是你探索过的地方，他会直接把那个地形吃掉。之前新大陆那边就很严重啊，我新大陆隔壁的海就是整个是这样整个切齐过去的，愁死了。林正哲安安，听 TINGJIEN， 你去升级看看， 1.16 升级出来了吗？1.16出了吗？那我可以去找哥布林玩了吗？朱布林玩了吗？而且牛奶不能乱喝欸。没事啦，有提问是好事，只是就是不要那种明明是提问还讲的一副理所当然的那种，那种就是会欠我骂。哦，先用先行版升级哦，没有，那我们又要先升级啊！啊，一直说要做一个农场，还没有做哎，那我们先上去。我的天哪，我竟然没有带楼梯子，小，可以先去地狱捞岩浆，算了。我要干嘛？拿梯子，拿砂岩。一直听到牛奶有点尴尬。牛奶，喝捏捏咯。干嘛？我提到喝牛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开车？啊，看一下哦，这个有幸运。毒马铃薯，我靠！然后这时候盾牌真的是很白痴哎、欸！哎，不对哦，我应该要先把上面的一个村民移位置了，因为。这样子上面的村民不会再生村民了。哎呦，丢错位置。因为上面的村民已经三只了。海灵听到海灵核心的感受了。哎呦，我不说牛奶，我要喝牛奶咯。你看现在这边就是饱和的啊。从木船，像就只能把这像这只带走，因为他们现在这边三张床，所以他们现在吃饱也不会生孩子，
所以要先把一只村民带走。那突袭那边我要引远一点啊，不然我这边村民整个遭殃就完蛋了。喝奶奶，哎呦！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幸运对作物还有没有效，以前是很有效啦，现在其实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这里，这里，看一下那沙子这边，我要稍微整一下地了。补习冷笑很尴尬，你，好好念书哦，就不要开音乐了哈。哎、欸，看，等一下这边也要。这边也要整一下地耶，万一，哗啦！万一那个突袭生在下面，我很尴尬哎。我真的觉得之后每个版本，就算再讨厌玩，也要来研究一下，不然我 1.12 我看那么多书贼哦， 1.12 之后的我完全。都是从现在才开始研究的，研究的。欸、他不会把怪都生成乌贼吧？怎么那么多、哦？我跟你讲，沙漠就是生乌贼的好地方，因为附近没有水，乌贼就会找有水的地方狂生。就像这样子，他现在只有沙漠有这边这一块有水。边要再整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至少把这个沙地再整平吧。然后这边也要补一下，过啦，哎、欸，只是不知道今天露营是露什么，不知道是床战还是什么。哇，44个墨囊。有染料商人会收墨囊，哎、欸，不对哦，那谁会收墨囊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好像是图书管理员也会收墨囊吧？看一下，那个，对，会收墨囊，所以我们墨囊可以先留着。很无聊，不啊，如果你是学霸，你跟我讲无聊就算了、啊。重点是你不是啊，海洋之心。准备来和海灵核心吗？啊，海灵，他叫你核心，我来了和海灵核心吗？想一下哦，我再喝一口。早上发烧被拦住，那你又觉得很开心吗？这样不用上课哎、欸，这样你会开心吗？还是你觉得不行？我就是要上课。教主说过，学习很重要，那种感觉。不可能，有没有？你在做梦？小远远。首先是 I can't be b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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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。那这时候觉得击退好用，就只是打库里帕而已了。打一下可以打带跑。我以为库里帕怎么是生在里面？
立刻被抓回家。少莫少双莫安安，哦，很会想哈。你没跟主任说，教主说我要很努力的念书，不然会跟他一样英文不好，然后被国外的观众笑。你只能回 I English very very not good。哎呦呀！不是啊，那个是什么英格利区杯杯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比我英文还差，是不是？鬼刚在 DC， 没有 DC 了啦，还在那边 DC 啊，还敢出来啊 DC？ 哎、欸，不要浪费沙子，用先用石头。哎、欸，我刚不是哇，沙眼在这儿。你瞧，沙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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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在这个位置。背的比 not good 的好是吗？背不是坏吗？我想说我的英文坏。